今天来给鼠子烘鸡鸭肉干。首先戴个手套，干净又卫生。先来切鸭肉，切成片就可以了。今天的刀好钝啊，改天用磨刀石给它磨一磨。其实我的刀工是没问题的，你们要相信我哦。切好来铺一下，看起来好像牛肉啊，是不是可以用来涮火锅？再来切点鸡胸肉，也是切成片就可以了，这样比较好烘干。然后整齐的铺一下，最后放烘干机烘半天就可以了。烘好拿一块给水饺尝尝。哇，你有这么喜欢吗？这也咬得太狠了吧！我的天哪，只剩这么一点了。你以为你抢了就能逃出我的五指山了吗？看你这么喜欢吃，下次烘什么肉好呢？